每个细路都是独一无二。有差异，我们的世界才会多姿多彩。其他小朋友用社交来认识世界，他想令身边的东西变得更加美。用艺术来认识这个世界。这条艺术的路，我会一直陪着他。我很开心他可以做回自己，大大步地走回自己想走的路。他同人不一样，但是他不会比人差。